一轮还在，隔壁。二楼倒了，一楼打了一枪，就在你那，就在这外面房间。这个房间里。哪个？防碍。黄一鸣的，黄一鸣的。还有防碍。本一轮还有。我起码枪进来了。里面倒了个人的。跟了我。还一个防碍。住人吗？没听到，没了。哎，打我那个喷子没死啊？死了呀，被我打死了。我这男人出去了，出去了。哎，火被吹散了。哎，我操，你这么牛逼吗？死了死了。杀神不把那个挂没了吗？把火挂没了吗？我身上的火也消失了。我操，这。看到吗？把另外二楼。二楼还有一个，打到了，就这两个，就这两个，这最后一个了。他被抽下去了，被抽下去了，在右边，我直接空降他。在灯。我操！这是个什么死胡同？就你会开挂？他是哪来的人啊？他那个位置有点刁。很多人。我是一名主播，你先别补我。我是一名主播，你先不要。起来一了，带我。我操，被 K 了。哥们，跑那边去了。眼里，打药，两秒。头上有一个，快帮他！不行了，他停下了。啊，不行了，大家要死了。啊，有一个，右手，无人的吧？要不要？扶起来了，好像又被撅了，他妈的啊！怎么打不响这么疼？左边！哎呀，我操！我还以为怎么没死？真的，在右边，右边那个。你再停远点，扎死他！还有一个残的。哎，怎么才一个人？哦，你补了，撅，越撅了呗。